好，这一节全球现场一起来看到的是哦，这个前几天呢，东加在经历过这个火山爆发之后呢，因为接连引发了有强震、有海啸哦，这个大量的火山灰呢，已经覆盖了整个岛屿哦。现在看到的呢，不是这个亚马逊的丛林哦，这个灰色的一片呢，并不是树林，而是火山灰覆盖了所有的建筑、所有的道路。那么这个画面呢，是这个纽西兰军机侦察机到现场所拍下的一个最新现场哦，全部都是厚厚的火山灰。因为当时呢，大量的灰烬哦是往这个喷发的时候呢，整个是往上冲了大约有20公里这么高哦。大量的火山灰现在呢，也导致当地的水源受到了污染了。那么救难人员呢，目前也在清扫这个机场的跑道哦，因为呢要想让各国的这个救难的专机呢，可以顺利的降落送物资到东加。那么目前呢，还有很多的国家也是透过船运的方式呢，要来运送物资来急救了。那么东加官方呢，今天终于发布了最新的官方声明，也是首度的官方声明哦，更新他们的这个灾损资讯了，也证实至少有3人罹难，还有大量的民宅受损。当中呢，他们有一个岛屿哦，叫做这个蒙古岛 Mango Island 呢，上面的村庄全毁。当局呢也已经开始疏散一些稍微偏远一点的岛屿上头的居民。这个根据这份声明上头表示呢，3名死者哦，包括了这个蒙古岛上的一名65岁妇人，还有另外一个岛叫做诺木卡岛上头一名49岁的男性，还有一名是英国的这个国民哦。同时呢，还有多人受伤。声明当中也指出呢，这个东加的海军原本呢是已经召集了这个有医护的队伍，还有水源、有这个食物帐篷，要送往比较偏远的一个这个哈派群岛。但因为呢观察到这个蒙古岛还有其他几座岛屿呢灾情惨重，所以今天呢将会运送更多的物资还有援助前往当地。那么最新的一个情况呢，今天联合国的人员也做出了回应，先一起来听。Sadly, as you will have seen, perhaps on satellite images, it seems that all houses were destroyed on Mango Island, and we have to count exactly how many that is and exactly what the population was that's been displaced and evacuated. 另外一个话题来看到，这是谁呢？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哦，他最近话题不断。澳洲政府呢，日前是以他没有打疫苗对这个民众构成威胁为由呢，2度注销了乔科维奇的签证，而且最后要求他立刻离境，所以呢，乔科维奇就无缘挑战他的澳网男单4连霸了。那么现在西班牙政府呢，也呼吁乔科维奇应该要树立一个榜样哦，要他接种疫苗。乔科维奇呢，一开始他其实是成功取得这个医疗豁免，所以入境澳洲的，只是后来被澳洲政府呢，以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还有未接种疫苗对大众构成威胁为由哦，所以2度撤销了他的签证。乔科维奇呢，虽然向法院提出了上诉，不过法院最终呢是裁定他败诉，所以他也离境了。路透报道说呢，尽管西班牙并没有强制人民要接种疫苗，但是呢，西班牙的这个疫苗接种率是欧洲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么其实呢，这个乔科维奇哦，他会定期的前往西班牙，主要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在这个西班牙南部哦，一个度假胜地叫做马贝拉呢，他有置产，他有房子在那里，也常常会到那边去练球度假。所以呢，根据西班牙现行的这个防疫规定，要求旅客呢必须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还有这个阴性的 PCR 筛检证明，或是近期康复证明才可以入境。因此呢，乔科维奇，照理来说呢，他应该是可以参加4月26到5月8号这段时间举行的马德里公开赛的，因为他去年12月的时候曾经2度确诊康复了。但是西班牙政府仍然是表示呢，以身作则很重要，向乔科维奇喊话，希望他可以赶紧去接种疫苗。一起来听。Lo que tiene que hacer el señor Djokovic es vacunarse. Creo que sería lo más acertado que el señor Djokovic se vacunara. Y saben ustedes cuál ha sido la estrategia de éxito de España, que es la vacunación. Creo que para ser grande, que no basta solo ser grande en la pista, sino que hay que ser grande en la vida. Cuando uno es una estrella o un deportista de élite, al final tiene muchos ojos que le miran y la ejemplaridad es importante.
好，那么来看到的是哦，美国现在是爆出了航班危机，有多家的航空公司执行长呢，日前就警告说，引入新的 5G 服务的话呢，恐怕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航空危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新的 C 波段 5G 服务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飞机没有办法使用，造成有数万名美国人滞留海外。根据路透的报道指出呢，包括像是美国航空啦、达美航空、联合航空、西南航空的执行长呢，他们联合写了一封信指出哦，除非我们的主要机场获准飞行，否则绝大多数的客运还有货运航班呢，基本上都要停飞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就警告说，这个 5G 网络的 C 波段讯号可能会干扰部分飞机的高度仪等等的敏感仪器，进而影响到这个飞机在低能见度条件下的一个降落的操控啊。那么全日空跟日本航空呢，18号晚间也宣布，由于可能受到美国 5G 讯号的影响呢，要取消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部分航班。那么读卖新闻也报道，两间这个航空公司飞美国线的波音777型飞机将会取消无法变更其他机型的航班，将取消这个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等和这个日本羽田、成田机场连接一共20个航班，包括有客机、有货机，一共10个航班，受影响的旅客呢多达650人。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您。